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下面有两首半，这个寄送啊，名是行为啊。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啊。若得正上最甚心，则常修习波罗蜜。若常修习波罗蜜，则能具足摩诃眼。这是第一首。每一句都是承上而来啊。前面在十住位最后一行，若得性要心清净，则得正上最甚心啊，也就是圆满十住末后的七住啊。可见得性要心清净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正心住菩萨所修的啊。由于正心啊，清净心现前，才能够圆满摄住啊，所以得最殊胜的清净心。那么能得最甚心呢，是自自然然他就落实波罗蜜啊，落实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这个用中国的意思来翻呢，一般古人翻的是翻作道彼岸啊。这个彼岸怎么说呢？六道这边呢，这是生死轮回呀，这是此岸的。彼岸是如来不生不灭啊，一真法界，那是彼岸啊。波罗蜜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说法呢，大家更容易懂，可以把它翻作究竟圆满啊。确实它有这个意思在啊，究竟圆满。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波罗蜜是实心总明啊。那么这个里面实心就是修十波罗蜜啊。十波罗蜜跟一般大乘教里面讲六波罗蜜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前面的三种啊，前面五种啊是属于四，后面一种呢是属于理啊，理四不二啊。理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就不能圆满
啊，那么由此可知呢，最重要的还是般若波罗蜜啊，啊，这智慧。佛法所学的不是学别的，终极的目标就是希望你开智慧啊，智慧能不能开呢？答案是肯定的啊，为什么呢？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只是现前呢你有障碍，你能把障碍放下呢，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啊，如同我们前面读过清凉大师引经据典呐，告诉我们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那我们晓得佛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啊，既然是不生不灭，哪有成跟不成呢？有成不成，这不就有生灭了吗？这个道理不太容易体会。我们举个比喻啊，诸位从比喻当中呢你就明白了啊。白天太阳有没有生命？那我们知道没有啊，哎，为什么是每天太阳出来了太阳下山了啊，日落西山了，那有除有末不就是有生有灭吗？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大家都懂了啊，地球是圆的，自转产生的现象啊，啊，地球自转一周24小时，啊，面对着这个地面对着太阳一半，另外一半呢是背着太阳。太阳确实没动啊，确实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地球在转动。啊，这个例子说明没有。太阳没有出山落山的，没有啊。啊，那么还有一个更近的比喻，啊，下雨了，一片乌云把太阳遮盖住了，啊，雨后天晴，云散掉了，太阳出来了。我们不是也这么说吗？太阳出来了啊！太阳怎么出来了？云散掉了。你们想想看啊，云散了，太阳就出来了；云遮住了，太阳就不见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像太阳。
那现在我们是怎么回事情呢？确实就像太阳被云彩遮盖了，不见了，不是真不见了，问题就是那个云彩，云彩很厚啊，而且有三重啊，就三层啊。佛给我们讲的，《华严经》上讲，妄想是一层，分别是第二层，执着是第三层，三层云彩遮盖住了。最严重的就是执着，所以你本来是佛，说老实话，现在还是佛，你根本就没有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盖住了，妄想分别执着盖住了，产生了变化了，把你那个佛像啊扭曲了。你的智慧德能相好原本是百分之百了，现在是99%障碍住了，现在透出来的1%而已，而且这1%呢还有扭曲，还不是正常的这个世间人虽然1%了，也有正常的。哪些是正常的？学佛的人真正能够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能信能解异教奉行的人，你看每一部经后面有四个字，最后收尾的信受奉行你能信，受是理解了接受过来了，奉行是落实了，做到了那个是什么？那个虽然是1%这个智慧德相1%，没错。有一点像如果你要是与佛陀教诲相违背，那你就全都错了。这个就是佛菩萨在经典里面常常叹息的说六道众生呢，可怜悯者只剩下1%的这个作用了，还完全颠倒了。这些名词都是佛在经上常讲的那么这个地方的实行总名，我们要是相信了理解了依照这个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那就是你虽然被重重乌云覆盖着太阳，还能起相应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正而不邪觉而不迷，
静而不染呢，起这个作用，难得了，不容易啊。啊，那么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思想间接言行与佛相应啊，对佛的教诲没有怀疑，没有忧郁，啊，完全能肯定依教奉行，《华严经》上连实性来说呢，51位菩萨啊，前面实性位啊不算，后面41位啊都是化身菩萨啊，妄想没有了，明心见性了啊，化身大士啊。6个阶段啊，这6个阶段就是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加上等觉，6个阶段啊。那么他修行的修什么呢？啊，通通都是实波罗蜜啊，都是修这个啊。前面也给诸位略略地介绍过了啊，10个波罗蜜前面6个大家都很熟悉啊，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持戒，第3个忍辱，第4个精进，第5个禅定，第6个般若啊，这是通常大乘经里面呢都是讲这6个啊，华严经讲的详细，从般若波罗蜜再开出来啊，再开出来，般若波罗蜜是根本智，开出来的呢是后得智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它起作用。第一个方便，第二个愿，第3个力，第4个智啊，这个智是全智啊，后得智啊，般若是根本智啊，从这里开出这4条，那么合起来是波罗蜜啊，按照顺序来搭配，这实行吗？初行修布施，2行修持戒，3行修忍辱啊，4行修精进，5行修禅定，6行修般若，7行修方便，8行修愿，9行修力，10行修智。实行如是啊，前面是住，后面是回向、是地，乃至等觉，皆如是啊，都是修的这个我们用学校的读书来做比喻，
好像我们念书啊，念初中呢有国文，高中还有国文，大学还有国文，研究所还有国文，科目名称一样的啊，里面内容的深浅呢，哦，可不相同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世行菩萨所修的是波罗蜜啊，名目啊，跟十住相同啊，但是比十住高太多了。啊，十住跟十性也相同啊，那比十性又高多了。啊，诸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菩萨是修这个法门成佛的，你说这个多重要？那我们不修行吗？啊，我们念佛求往生。不修这个能往生吗？这个是不容易。说实在话呢，要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放下了。你要不放下了，不能往生啊！布施放下什么？放下坚贪啊！坚是什么？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自己没有的贪求。贪而无厌呐，总想自己拥有啊，有了之后舍不得放下了。布施就是度坚贪的啊，这是大病呐！啊，生死轮回头一个根呐！你以为一切拥有是好事啊？不是好事。一切拥有是拥有六道轮回，你出不去。如果贪心重的话，你这个一切拥有是拥有三恶道，死了以后到三恶道去了。啊，为什么？贪恋这些吗？贪心是魔鬼呀。你愿意去做鬼吗？啊，所以这个要晓得，同时放下，啊，持戒放下恶业呀，不再造恶了。忍辱是放下嗔恨呐，嗔恨，地狱业因呐，啊，你就晓得，啊，布施是放下恶鬼，忍辱是放下地狱。精进是放下懒惰，啊，懈怠懒惰，这个人一切都完了。决定不能成就，不但在佛法里不能成就，世法事业也不能成就。啊，哪一个这个世间
事业有成就的，他不是在那里精进啊。啊，你看到有一个懒惰的人能成就事业吗？啊，禅定是放下散乱，般若是放下愚痴，愚痴是畜生啊。有智慧的人不会堕畜生道啊。啊，你们想想看，十波罗蜜用一个字来说它的总的纲领，总的意趣，放下。啊，那么你现在不能放下，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智慧，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没有看破啊。看破你就会放下了，哎，欢欢喜喜放下。啊，原来放下就往上升啊，不放下了，这个东西是累赘呀，就把你往下坠落啊。你要不要放下？啊，那么佛陀劝人放下，放下的时候肯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佛讲的清楚啊，殊胜的果报现前，你要不要享受啊？不能。为什么呢？一享受啊，这贪嗔痴又起来了啊，所以不是。另外一个名词叫舍得，啊，实在讲呢，舍得就跟放下的意思完全相同，啊，同在哪里？通，就是贯通十波罗蜜，十波罗蜜都是舍得。你看，你学财得财富，学法得聪明智慧，学无为得健康长寿，啊，学就有得了，这是因果定律，是事实真相。那么你要懂得佛讲舍得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你懂不懂啊？更深的意思是什么？你舍不是得了吗？要把那个得舍掉，不能享受，这就对了。舍得是两重意思，第一重舍一定有得，第二重那个得也要舍啊，啊，把那个得的舍掉啊，啊，为什么？清净心里头本来没有嘛，啊，那个时候你才叫真正得大自在啊。如果你得的那些福报，啊，你得财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你要是不肯舍的话，还是在六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可能呢，啊，因为你是要是善的话，善业呢，你这些果报啊都在人天呢，是人天福报啊，啊，你要不舍掉。
啊，人天福报舍掉了，你才能超越六道。啊，超越六道，至少啊，看你功夫的前身嘛，也就是你舍得多少嘛。有证阿罗汉果的，有证辟支佛果的，有证菩萨果的，有超越十法界成佛的，不一样啊。所以完全看你看破的层次啊，你究竟看破多少，看破几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会在你行为上讲，你放下多少，你看得越彻底，看的层次越高，你也放得越彻底啊，身心世界没有留念的了，不但世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啊，为什么呢？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啊，本来无一物啊，佛法也是有物啊，所以世尊在《金刚经》上讲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又说佛法了，好比渡河的船呢、啊，是工具啊，帮助你到达彼岸。如果这条船你舍不得放下，你永远达不到彼岸。这个道理你要懂啊，工具就是工具，我在没有到彼岸，我需要用它，虽用它不执着它啊，执着不得了。学佛的人决定要相信感应了，要相信三宝加持啊！啊，我们学佛，当然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些必要的资料不能缺少啊，啊，那么这个就要懂得感应了。你真心想学习，你想要的这些经典资料啊，自然就来了，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我自己学佛55年的经验呢，啊，特别是在初学的时候，还没出家，
跟李老师学经，我那个时候自己收集了一些《法华经》的资料，好像也收集了十几种注解、参考书，啊，带到台中去了，想学《法华经》，啊，为什么呢？过去没出家的时候，跟李老师学了13部啊，都是小部经。啊，大部头的经呢，一部都没学过，啊，总是感觉到不足嘛。啊，所以就玄聊这一部《法华经》。啊，到台中之后，向老师报告。老师说，他说我现在正在讲的《大佛顶首楞严经》，这个经的分量呢跟《法华经》差不多，他说你如果学楞严，这就非常方便啊，我每个星期在讲，你就随着学习，要学《法华经》，我另外要找时间给你讲啊，经太大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我想想也欢喜啊，反正我要学一部大经啊。那么他一说，我就改了。改了的时候，这个学习参考资料没有了啊。那么在台湾，只能找到3种啊，一种大概流通的最广的圆音法师的《楞严经讲记》，啊，这个在台湾比较好找啊，因为白胜法师他们都是学楞严的，都跟圆音法师学的啊，所以这个经这个本子很容易找啊。第二种啊，孙中霞居士的楞严经直解，好像是台南庆芳书局出版的啊，这个能找到这个当时在台湾出版的，能找到的只有这2种啊，啊，其他的我所听说历代啊，对于楞严经的著书有名的注解很多啊，啊，在《续藏经》里面，啊，《万字续藏》，我们看到的时候有50多种，我在里面选了20几种，写信给香港智开法师，请智开法师留意。遇到我想要的时候，给我收集，啊，寄到台湾呢，提供给我参考，啊，没想到，不到2年的时间，李老师讲这个经呢，讲3年，啊，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的样子。居然我想的这些本子通通都到手了。李老师讲这个经
有时候想到古人呢、有哪些版本，可惜没办法找到啊。他一提，我说老师，我这有啊。另外想了几本的时候，我通通都有。他奇怪了，你一说怎么会有这么多？实际上他只讲了六七种，我那个是收集的时候二十多种啊，相当丰富啊。啊，感应不可思议啊，真的是张家大师早年教导我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他跟我讲，求也得如理如法啊，不合理不如法的你求不到啊。如理如法你求还没有感应，那你自己要好好的检讨反省，你有业障啊，业障消除了啊，感应就现前。啊，那我们学了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学了啊，帮助别人开悟啊。不是我自己独自享受啊。自己先要悟入，我才能帮助别人悟入。道理在此地啊。啊，那么这桩事情我很感激智克法师啊，去年他到我们道场来过一次，很欢喜。他跟我同年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帮助我很大的忙啊，我所需要的这些参考资料都是他在这收集给我的啊，而且对我非常优待，知道我没有钱呢，刚出家没人供养啊啊，所以通通可以记账啊，我有钱的时候马上就寄给他啊，没有钱的时候欠账啊，对我就非常方便的啊。如果每一套书用现金买，那个就对我就造成就困难了啊。所以要学呀。啊，那么我手头上这些书，这个《楞严经》三年学完之后，我讲了好几遍了，复讲啊，不复讲，学了就忘掉了。啊，我记得我《楞严经》有两遍，啊，台中一遍，三遍，有三遍呢。是讲圆满的，还有四五遍呢，没有讲圆满。啊，像1977年到香港，没有讲圆满，好像只讲到第三卷还是第四卷，《楞严经》有十卷，啊，那时候在这边住了4个月。啊，前面2个月有翻译，所以每天讲1个小时。后2个月，听众啊，这同学们不要翻译了，是法师你的话我们可以听懂了。啊，所以后面2个月没有翻译，每天2小时。啊，4个月的时间，好像讲了1/3。啊，这个我们都有信心的啊。
有信心你才敢舍啊，我舍了之后想要的东西一定会来，这就是感应。你要是不肯舍，不肯布施，得来的东西纵然是你很用心去研究啊，因为你的心量很自小，你的福报有限，你有求不得苦啊，啊，八苦里面的求不得啊，所以八苦里面那个求，那个是不是感应的，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没有求不得啊，感应就不一样了，佛菩萨加持的。这个要懂啊，所以财要舍，法也要舍啊，不要怕没有啊，你怕没有永远不开悟，因为这个障碍啊太严重了啊，就是分别执着嘛啊，分别执着是真的舍掉了，你就成菩萨了。经论里面讲的这么清楚，执着舍掉了，你就证阿罗汉果。阿罗汉的智慧神通道理超过六道啊，六道里面天王、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跟阿罗汉比都差一截，比不上啊。那再要能把分别放下的，你是菩萨了，比阿罗汉比辟支佛都高啊。你为什么不向上提升呢？为什么甘愿堕落呢？诸位要晓得，甘愿堕落就是吝啬，就是放不下，很苦啊。啊，总而言之，还是没有智慧，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求知。求学，我们学佛了，学佛要求学你不肯学不行啊，上上根人还是要求学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上上根人，还要到黄梅五祖那里去求学啊，又何况呢？中下根性，你不求学怎么行呢？啊，求学能不能有成就，有多大的成就？关键呢，我们常常讲啊，关键在你是不是真正好学，关键在这里。你对于学这门很喜欢啊，很爱好啊，啊，真肯干啊，啊，孔老夫子他学生很多啊，三千弟子72贤啊，可是孔老夫子常常讲，真正好学的只有一个人，颜回。颜回好学啊，好学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能够领悟老师所讲的
他真懂。第二个，他能够行，他能落实啊。啊，别的人听懂了未必能做到啊，颜回听懂了都能做到，落实到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真正叫好学啊。啊，其他的人不行啊，其他人也能做，没有颜回做得那么彻底。啊，彻底是什么呢？不二过。颜回接受夫子教诲，天天反省，这就是天天真正在做功课啊！反省，把自己的缺点都能够改正过来，这个太难得了啊！过失只有一次，绝对不会有第二次啊，同样的过失没有第二次。所以夫子赞叹呐、啊，啊，这是一个好学的标准啊，儒家好学的标准啊，佛法里面好学的标准，华严经上讲的善财童子，我们这个经幕后啊，五十三参呐、啊，啊，那么我们还在《大乘无量寿经》里面看到。法藏比丘啊，那是个好学的榜样他的老师是自在王如来你看他在老师教学的课堂上老师对他赞叹的所有学生里面他确实是第一了就是清凉在此地教给我们的真心真解真行后面就是真正了法藏比丘那个时候的修学老师对他赞叹所有学生没有能超过他的就像颜回在孔子的麾下一样啊，孔子也是赞叹的那么多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赶得上颜回啊，有悟性有勤奋啊，悟性是在讲不容易这个与过去生中有关系啊，有悟性没有勤奋不能成就成就很有限啊，没有悟性能成就
啊，那有勤奋还是有成就。啊，真正肯用功啊，勤修啊，没有不成就的。所以要知道啊，布施度艰难呐，啊，布施波罗蜜什么时候圆满呢？贪心没有了，坚定的心没有了，这就圆满了。啊，还有一点贪的念头，还有一点呢，哎，舍不得的念头，没有圆满。啊，所以圆满不是布施很多，不是是每个众生布施到，不是，不是讲这个。如果那样讲法的话，那永远不能圆满。哎，就是说，他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哎，他专门对治坚贪，坚贪断掉了，布施波罗蜜圆满。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